桂白，能感觉到吗？感觉什么？色差呀，它一直在变色。我感觉到什么？嫦娥奔月。手机，没什么。林子燕说今天有随堂考试。随堂考试？那你现在还不去？就是一个随堂考试而已，不重要。怎么不重要了？我现在连颜色都看不到，毕业都可能有问题，一个小考算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想放弃吗？既然你想放弃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，还要让我来帮你？那是因为……不管因为什么，不管因为你是想得金奖也好，还……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别的什么也好，既然你告诉我了，我就不能不管你。你想怎么管我？现在。立刻去考试，认真对待你的学位。好，考好成绩。再见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小白，你干嘛去了？考试呢？桂白，这都几点了，你才来啊？对不起，我有点事情耽搁了。今天这堂课是随堂考试，你看已经结束了，你来的太晚了。回去吧，我下面还有课，实在没有时间留下来为你单独兼课。桂白，临近毕业了。缺考一次关乎学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林教授，顾叶白是我们班的同学，很多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，我想他应该不希望错过这次随堂考试。老师，魏同学说的非常对。林教授，如果您相信我，我可以留下来监考。我们美术系毕竟是一个大家庭，我想您应该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一个人掉队吧？好吧，你开始吧。魏子健监考。桂白，你可以用我的花架，还有颜料。子健，辛苦你了。桂白完成画作之后，拿到我的办公室。好了，教授，您放心，那些东西我会替您收拾好，送过去。手机。小白，加油啊！毕设怎么样了？开始画了吗？刚开始呢。哎，林子燕，你是跟顾叶白一组的吗？啊，林子燕，你的毕设是顾叶白一个人帮你画的吧？不说话，没人白能哑巴啊！子燕，最近这顾叶白跟魏子健关系挺好的嘛，这一次魏子健还主动帮他监考来着。谁知道魏子健安的什么心呀？周同学，请问顾叶白在吗？小白很少来画室了。那他现在一般在哪儿啊？他基本都在公寓画画。好，谢谢。